里啊，是咱家小伙伴想你今天挑战，一天只吃各种烤串。啊，就只有烤串啊？我还想再吃点主食。哎呦，你想的倒挺美。我跟你说啊，小伙伴都说了，只要咱们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咱们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就爱吃烤串。安排早饭，咱们先给小胖来一串肉嘟嘟的烤蒸蹄儿。嗯，好棒啊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烤大虾，垫吧垫吧。哇！嗯，不错不错。到了中午，咱们先给小胖来两串倍儿香的烤肉串。嗯，味道香喷喷呢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串烤鱿鱼。嗯，真有法弄。到了晚饭，咱们就给小胖来一盘烤玉米。嗯，今天吃的真是倍儿倍儿香啊。